486观光英语教室。走吧，走吧。Entrance 在这边，你要去哪里呀、？Entrance， 入口。Entrance。啊，我以为那个才是 entrance 哎，怎么这么多像 entrance 的地方啊？你不是文艺美少女每周都来吗 ？Entrance 在这边，这么大一个清楚的标识 entrance， 竟然看不懂 entrance。好啦好啦，那我们就去这个 entrance 吧。走。Entrance， 入口。Entrance。哎，你看现在里面好多人哦，那我们等一下各自逛，约四点的时候在 exit 的右边集合。Exit， 出口。Exit。Exit 在哪里呀、那 exit 的右边有什么？你不用管 exit 在哪里啦，你就沿着那个导览的顺序走到最后，你就会看到 exit 出口。然后 exit 的右边有一间纪念品店，我会在那里等你。exit 的右边有纪念品店，那我应该会直直冲 exit， 我直接到 exit 等你，应该会比你先到 exit 哦。exit 出口。exit。喂，正月，你在哪里呀、不是会比我早到吗？我在 lost and found 这里。Lost and found， 失物招领。Lost and found。Lost and found。Lost 什么 ？Lost and found。Lost and found， 失物招领处。你在 Lost and found 失物招领处，你在那边做什么啊？我来 Lost and found 这里看看有没有人捡到我的手机呀、Lost and found， 失物招领。Lost and found。Exit 的右边有什么啊 ？Exit 的右边有纪念品。接住，没错。Exit 的右边有什么啊？Exit 在哪里？每天一分钟学英语，486观光英语教室。